吓人，你要穿白的衣服了，你看僵尸呢，多么残忍。这么漂亮，哪里吓人？没放平，全部再翻一下。这样我肯定修的是，修就拆得有点好了。我爸不是要抓人了吗？你以前随便讲。你知道把它给整断了，要不要在上面再套一个的吗？要不要在上面再套一个？就把它上面套紧一点。你这第一个皮鞋不是有吗？有啊。再套一个。这个怎么的？你就把下面的整。我怕你到晚上把皮鞋给剪了。我怕你到晚上把皮鞋给剪了。你来帮我拍一个呗。嗯。我在剪的时候，你拍几张照片。怎么拍？就去拍，就直接拍就好了。更好看一点。最好就拍这样子直下来拍。哇，你们这。这也太短了，我感觉比上次还短很多呢。我上次剪没剪那么。你这样很用吧？这样子斜了一点。对啊，不是，这个太大了。妈妈剪的跟狗啃的。